我是来自台湾代表的佳丽 Ella， 参加2024 The National Queen 圈内大赛。台湾跨性别网红小 Ella 近期前往泰国参加国际跨性别选美比赛，蒂芬尼国际皇后小姐以台湾小姐身份参赛。没想到被酸民嫌又老又矮还敢来选美，让小 Ella 发文回应。没办法，这比赛就上限报名年龄35岁，我明年就没资格参加了。参加比赛是为了达成梦想跟美好回忆，我已经尽量把自己打扮年轻了，不然我压力也很大好吗？贴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留言鼓励，年龄不是问题，做自己超勇敢。